人又是那样的清，清得像最纯净的玻璃。然而他又是那样的深，深得任何锚链也够不着底。要想从海底一直到达水面，必须有许多许多的教堂塔尖一座接一座的摞起来才行。所有的鱼，无论是大的或是小的，都在树枝之间。我平时都很少化这么浓的妆，今天不一样嘛。嗯，说的也对呀，那就浓点吧。先生，加油站是不能打手机的。我知道。那你还接？谁说我要接了？请问一下，这儿有洗手间吗？地方那么大，随你便啊。哎，行了，画好了。嗯，挺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今天一个人拍吗？哦，没有，他已经在路上了。要不我们再补补？行，你看哪儿还用补一下？到了地方上，对工作有什么具体想法？啊，我服从组织分配。嗯，那也好。你呀，先熟悉熟悉环境，过两天呢，咱们再仔细商量。你看怎么样？我想能不能尽快安排我工作？工作，真是个惊人的啊，雷厉风行的。那好，我先给你介绍介绍，你坐吧。哎，好。我们这个海滩呢，是今年才正式批准成立的，所做的事情很多。这样吧。你刚来这两天还是休息休息，等过两天呢咱们再研究具体的工作安排，你看怎么样？李主任啊，我还是想尽快能够工作。那好，我明天就给你安排工作，你放心。那好，谢谢李。哎，好，谢谢李主任。
阿婆。对。小鹏。是我，你还好吗？嗯，好。你怎么一下子就回来了？我回来看看。嗯，哎呀，你可真变了。哎，你这一穿西装，我都认不出你了。小鹏啊，你这一走，有五年了。哎呦，时间过得真快呀、来，阿婆，你坐。哎，五年了。你身体还好吗？好。好，你看。他人呢？谁呀？哦，你爸呀。嗯。你爸跟宽博不知道上哪儿去了。他知道你今天、他不知道我今天回来，我是临时决定的。你说呢？你们呢，真是还这样，都几年了，哪像父子啊。阿婆，要不你先陪我去看看我妈吧。五十。是加满吗？喂，加满。你们这儿要打工的吗？这么大一加油站就你一个人，你忙得过来吗？我都干好几年了。嗯。你从哪儿来啊？别的地方。人家到这儿都是旅游的，你到这儿打工啊？因为我身上只有五块钱了。我给你想想办法。谢谢。你还没吃饭呢吧？你先吃吧。不用不用不用。不行不行，我给你，我。不用了，你就先吃吧。我那五块钱呢？丢了呗。得，就五块钱还丢了。那你可真的是要打工了。每年我们都这儿除草，这墓碑呢也是新刻的。阿婆，我替我妈谢谢你。不用谢我，这都是你爸爸，他老上这儿来看你嘛。那我妈也不会原谅他。你不能这样说话。如果不是因为他，也许我妈还能多活几年。小鹏啊，你爸爸有他的苦衷，一辈不管一辈子事。可您也知道我妈是